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是在家里炒这种花菜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做法简单，你只要记住这两点，就能轻轻松松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。首先，花菜不要从正面切，一定要从底部切，这样不容易散。然后切成小块，放入碗中，加适量清水，一勺盐，浸泡10分钟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闭着眼睛看看，泡出了很多脏东西。锅中水开，倒入花菜，加一勺盐，烫1分钟，捞出备用。锅烧热，倒入磨碎的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加葱姜蒜、豆瓣酱，炒出香味儿。明人不说暗话，麻烦你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倒入花菜，调味只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鸡精和少许白糖，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青蒜叶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。我告诉你哦，以后你要是想喝酸辣汤了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做法简单，非常酸辣开胃。首先，胡萝卜、火腿、木耳切成丝，再准备点干丝、金针菇切成段，嫩豆腐先切成丝，然后再切成片。明人不说暗话，麻烦你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碗中打入两个顺产的母鸡蛋，给它搅匀备用。锅中油热，下葱姜蒜、干辣椒，煸炒出香味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少许老抽、一勺陈醋、一勺胡椒粉，煮2分钟后捞出料渣，倒入配菜，然后用水淀粉勾芡，勾成这种粘稠度，再倒入两个鸡蛋液，小火煮1分钟，再来点香油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香菜叶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去做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想吃豆芽菜了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做个呛拌豆芽，酸辣脆爽还解腻。准备不要钱的绿豆芽，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，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脏东西。锅中水烧开，放入绿豆芽，焯烫个10秒钟，完全变色后捞出，放到200开中投凉，然后再完全控干水分，放到盆里，加入红椒丝、葱段、蒜末、干辣椒、18粒黑芝麻，泼上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再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陈醋，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即可开吃。这样做的绿豆芽酸辣爽口，吃多了也不长肉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家里吃不完的萝卜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做法特别简单，非常的开胃爽口。萝卜丝不需要切得太细，粗细均匀就可以，切好放入盆中，加适量盐拌匀，腌制10分钟，杀出萝卜的水分和辛辣味，然后加200开清洗一下，一定要挤干水分，这样才能更加的入味，更加的好吃。放入蒜末、辣椒丝、18粒花椒，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加一勺生抽、一勺香醋、少许白糖提鲜，有条件的来点香菜段，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试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年夜饭的餐桌上，你一定要学会知道花开富贵，寓意年年富贵。土豆垫上筷子，红薯切花刀不要切断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切成和你一样漂亮，放入盐水泡软，再均匀裹上玉米淀粉，油温5成热下锅，炸至定型熟透捞出，锅留底油，倒入一小包糖醋汁，再也不用担心糖醋比例掌握不好。它还可以做糖醋排骨、糖醋鱼，都非常好吃，熬至粘稠后淋在土豆上，撒上白白的黑芝麻即可。赶紧动手给家人做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年夜饭一定要做这个炸藕盒子，寓意的笑口常开。肉馅里加入葱姜末、料酒、2勺生抽、蚝油、少许的盐和鸡精、香油、一勺淀粉。我每天都在认真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否给我一个小爱心鼓励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洗干净的茄子切成薄厚均匀的夹刀片，像这样全部给它塞满肉馅，放在一旁备孕。碗里倒入一袋小酥油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调整酸奶的粘稠度，茄子挂上糊，5成油温下锅炸，小火慢炸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，外酥里嫩，太香了，赶紧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平时咱们要是大鱼大肉吃腻了，你就做一道爽口又解腻的凉拌菠菜。准备树上摘的菠菜，用清水给它多洗几遍，清洗干净，洗好的菠菜切去根部，改刀切段。锅中水开，加入一勺盐，再放点食用油，放入菠菜焯烫2分钟，这样烫的菠菜翠绿不变色。再放入胡萝卜丝烫2分钟，捞出来给它过凉，然后挤干水分放入碗里，再放入我提前泡好的粉丝，加入一勺盐、鸡精、一勺生抽、一勺香醋、蒜末，再放入少许的芥末，才能体现出这道菜的高端。再来点干辣椒，浇上一勺热油，给它激发出香味。菠菜你在家就像我这么做，真的是太爽口了，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年夜饭一定要学会这道香酥蜀香鸡翅，寓意着虫你吉祥，健健康康。鸡翅中去骨，加入姜片、蒜片，多放点洋葱丝，再加入一勺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毛油，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
土豆切条塞入鸡翅中，碗中放入一包小酥专用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调成酸奶的拉丝状，加入一勺油搅匀，鸡翅裹上糊，油温五成热下锅炸，一定要小火慢炸，炸得金黄酥脆捞出来，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，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听说有人想吃牛肉，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芝麻牛肉盖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其实我的生活总是一团糟，幸好我用吃和你来填补了。蒜末和花椒爆香之后，下入腌制好的牛肉，再来一大勺白芝麻，在夏末的晚上可以扫除你一天疲惫的牛肉盖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可以吃咯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烤箱烧烤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食材随意，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其实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的，我给你做饭也一样啊。在空调房里和几个好朋友整上一点小酒，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